说呢，有个国中40位同学参加这个数学比赛，那么请问你平均分数多少？这个其实应该简单吧？30分有一个人嘛，那就30怎样？乘以一，对不对？好，加上谁？43个人就40怎样？乘以3，再加上什么题？50有5个人乘以5，加上60有6个人，60乘以6，好，以此类推，70乘以14，啊，对不起，再加上，加多少？80乘以6。再加上90乘以4，再加上100乘以1，然后加完有什么办？再除多少？40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答案算出了多少？答案67。好，就这样算。你如果算错同学，可能就是计算错误问题啊。这个就简单的加减乘除而已啦。好，这个你自己写。